Hell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一样是晋级的巨人啊，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啊，我们现在呢是准备要去哪里啊？顺利解决了，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现在好像今天这一集应该是要去外面做一些调查 啊，要直接到之前被打破的那一道墙的那个地方调查吧。啊，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抱歉。啊，如果有错了，有错的话请更正。啊。兵长的实力在调查兵队中是无人能比拟的。哎呀，当然啦，不用讲啦，我是最强的，好吗？好多人要对话哦。哇，这原来是妹子啊，怎么看起来像男的？佩托拉小姐，他们兵长，你很优秀，我爱你，这样子大概是讲这意思啊 ，I love you 这样。我说欧鲁，以前明明还很正常，现在几乎迷上了那种奇怪的说话方式。欧鲁是谁啊？他是在模仿谁？我猜他应该是想模仿兵长吧。欧鲁该不会是这位先生吧？哎，不是，不是他。不知道欧鲁是谁啊？那艾尔文啊。无论如何，他就是不同意执行巨人捕获作战。别吵了，饰演田鸡。你以为艾尔文会为了迎合你奇怪的兴趣，无辜让士兵遭到危险吗？这才不是兴趣。虽然和巨人接触真的很有趣，但这个研究说到底是为了人类啊！啊，这位女士呢，她是很喜欢巨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巨人一种爱的偏好啊，怪怪的就对了。只要我出马，要下掉那些家伙的肉根本是轻而易举啊！兵长，咦，这个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哦，原来是欧鲁是他啊？怎么了，欧鲁？你在紧张什么？我没有在学兵，崇为偶像哦，崇拜偶像模仿这样子，这个我大概能理解。就好比我侄子哦，侄子现在在看我的影片啊，都会在那边学我的。大家好，我是 Old Man 啊、哦，一样是会模仿我的样，一样是模仿我的意思啊。啊，就是你也知道，这种崇拜偶像都会这样子啊。哼，修到巨人的血位啊，还有什么可以对啊？好远哦，怎么那么远啊？嗨，你好。每次远征中都会损失大量兵力啊，要去远征了。要去更远的地方探查敌情。哎，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符号是什么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而且我们那边还有一匹，还有一个马的，一匹马的一个符号，那是什么东西？我要在这次的远征中立下功劳。好，加油！如果你能先打得赢我再说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来的正好，新资材送到。你有什么需要吗？哦，他直接卖新资材皮革，哎，皮革会不会有用啊 ？C 级好货，那我们就买个999吧，太多了啦。呵，买两块就好了。嗯，我们好像可以强化我们的武器了哈。那新开发有没有新东西？没有，都没有。那我们直接来改造我们刀。好，我们现在是可以改造更上一层楼了。来，改是要3000。哦，直接变成24刀身。这些应该也都可以改，都可以。哦，会越来越好用啊。这个也是可以啊。Nice， 哇，已经变到三型了，这么猛哦。哦，我们还可以再上去哦，可是我们没有钱了。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卖啊？我们这边没有材料，我们卖一些材料好了，3000块嘛，是不是？3000块，一个300块，木材、皮革，我们刚刚早知道不要买皮革，皮革那么多，对不对？卖个4个好了。啊，1234，呀，我们有3000块了，耶！这个吧，欸，不是，是钢瓶。有，再上去，太棒了。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去打仗了。Go go go！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干嘛的啊？该不会是买马吧？需要马的话，可以在这里选。在军马配给所能够利用兵团资金调度新的军马。哇，这个马也需要这样子啊！我的钱全部用完了，好算了，我没有钱了，全部花在刀口上了。好吧，原来那个是来买马用的、啊，招兵买马。那右边这是什么东西？有两边欸，那个应该是回去打任务的。那这个是干嘛？这里有自由承接兵团各种任务。哦，这里可以接副任务哦。在调查任务中，能自由从各地中选择战场参与该战场战斗。战斗结束后会提升调查区域的调查率，依照调查率的数值会出现新的战场或区域。此外，还能借由完成调查任务获得各种报酬、特殊装备开发。欸，有点想做欸，我们来做看看好不好？这个等级一很简单啊。欸，不对啊，这个不是之前的吗？欸，等一下，这个是之前的欸，这个是之前最早的不是吗？那只有这个任务，那我觉得没必要解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よし、エルヴィンの到着まで。哎、欸，不太一样哦，这会动哦。好，那我们稍微就是来练一下好了。哎、欸，没回到，太早按了是吧？还有吗？又出现了！哇，这里没有让我们勾的绳子。感谢你前来救援。不行，这个部位不行，都被发现。有了。呜呼！帅气。你的脸型跟你的声音完全不搭、啊，这位女士，我靠，这也太多了吧！我觉得这应该可以慢慢来吧。把他们全部杀掉。钢瓶，有人挂了，捡他的尸体，捡尸。哇，好，先这一只好了。有，越来越溜了哦，哥越来越顺手了哈。换一下，哦哦哦哦，叫派呀叫派呀，嘿嘿嘿，谁来叫啊？别叫别叫，我来救你了，麦狗麦狗。呜！好，剩最后一个，解决。
まだ終わりじゃねえ。先輩たちはあんな風に戦えるんだ。最终讨伐对象出现，又是阿布伊，跟我一样硬硬的。看这个肚子，就感觉仿佛看到我一样，有料。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不过没有像他那么变态的表情就是了啦。好，我是金城武的脸，好，洪金宝的肚子。他有什么部件材料？他的手。讨伐成功，哎呀，结束了，轻而易举的事情，真是了不起啊！没有错。战斗胜利，是我们的胜利，各位干得好啊！胜利的烟雾弹，终极胜利烟雾弹，一米六干得好，好，我们成绩不错，拿到什么呢？感觉都是给烂东西，这什么调查率提升？哦，这个还可以解锁，20%以上可以解阿尔敏，40%解米娜，哦，士兵名簿解锁，这是可以干嘛的啊？远征任务已解锁，哦，追在战场，看来这内容还蛮丰富的嘛，没有想象中的少啊。有没有？你看你这个解完之后，这个应该是跟主线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呢，哦，应该是说这个可以额外增加一些特殊道具之类的，有没有？像我们刚刚这个打完了嘛。后面多了一大堆 ，Oh my god！ 好，我觉得我这个我自己私下解好了，不然的话，直接冲主线会比较快结束这个游戏哦。不然的话，剩下的时间都在打这个，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好，这个哥自己私底下解好了，这个应该跟剧情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啦，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冲一下主线好了。那这是什么？哦，这是回顾战场，这可以不用理他。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线任务吧。如同先前所说，这是个墙外调查，这个着重在这个前进更远的地方啊。这边就越前面越危险啊！我需要你的力量啊！准备好了，拜托你了。好的，好的。我记得这个剧情到时候好像要遇到更强大的巨人，而且是更有智慧的啊。所以说啊，可能后面会越来越难吧。不过没关系，我们装备有强化。拜托你啦，艾尔文。炼巨屁。人家是炼铜屁。啊，你是炼巨屁。何度言えばわかる。捕獲作戦に兵を割くだけの余力はない。却下する。真的是有病啊！巨人より近づいてきます。巨人来了。警戒態勢。全体戒備。行かせてもらうよ。行け。待て、判事。啊？干嘛？巨人のみんな、今会いに行くよ。怎么爱巨人？隊長、一人で空き缶です。リヴァイ、おえ。はい。バカな。リヴァイ。哦，我骑马哎。哦。本隊はここで兵隊拠点の設置。冲刺。哦。酷哦。骑马大作战会不会跳？也会耶。下马长按。啊，不对啊！啊！追三小，在马附近按下 B 就可以骑上去，下来就哦，我会。即使在骑乘中也能展开立体机动装置。此外，在移动时按下 A 就能进行高速奔驰。啊，耗尽时就无法继续奔跑。所以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嘛，我们周围没有树木，我们也没办法飞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要到红色惊叹号才就是了，就对了。好，我知道了，发现了这两位家伙。哎，被抓了啦！呀呼什么？被抓了，大哥。一体起動できる場所まで移動する。死にたくないけどついてこい。分隊長、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平原是相当不利于展开立体机动的地形，在显示无法勾出这个勾毛的图示的地点无法使用勾毛，这我知道啊。此外，与巨人战斗时也不易取得制高点，这时就多利用马在巨人的背后展开攻击。好的。结束，我的马儿会跟着我跑，哎，好酷哦！仕方ないな、他を探そう。哎，一起行动啊！马儿，马儿加油，马儿坚强点，马儿。あいつ、またどこかへ行きやがった。分隊長を止められない。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まとめて相手。シャミ。哇，怎么打不到？哦 ，no！ 哇靠，这个是有点猛啊，这个家伙，直接把你杀了比较快。马二上，我们先去救另外两位啊。这两位先救的比较重要一点啊，支线会给比较多东西吧，我想。进来进来。あの縁だ。ペドラから。ペドラ发射的。拠点設置のための物資を配線で調達中だ。解決。再来一个。まだ近くにいるはず。哇，这个马，这个马在干嘛？加油，跳高一点上去啊！算了，我自己来。马儿，你在哪里？我的马儿，这不是我的马。马儿，你居然卡条了。真麻烦哎，不能从那边跳。我来的，撑着点儿。奔跑吧！怎么了？我被什么东西攻击到了 ？Nice！ 援護、感謝します。これで物資を確保できます。好的。すぐ次の巨人が来る。急げ。急げ。物資を確保できたようだ。那边有一个胖胖巨人。打一下好了。补给兵出现了，哎、欸，让我上去啊！补给兵，反正在后面啊。出现的太慢了吧？好，算了，应该是还行了。SOS， 我来救你。EQ， 邪魔了。哪边是我的马、啊？可补给，我们去补给一下好了。突然觉得能量不太够了，我们现在钢瓶一个都没有啊。刀片的话还有三个还行。啊，找他们补给一下，补给兵。谢谢。
谢谢。通通都是我的了。好，我们钢皮满了。好，我们现在去红色金蛋号。交给我，你们这些嫩咖。打这么久，林北一刀就解决了，好远哦！寂寞会寂寞远。找到马一匹好一点的马儿，算了。没体力了，抓屁抓，感谢你。换一下刀片，够，还没有两只，麻烦。ペトラ、その子を捕獲するんだ。倒したらダメだよ。そんな無茶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ハンジさん。我管你活不活捉，先杀了再说啊。不能杀死，要找最棒的巨人。待ってください、ハンジさん。行っちゃいました。又跑了。巨人捕獲作戦。勝手に動き回りやがって。巨人の捕獲記録だと。最接近的一次是15年前的事情。哇，也蛮久的哎，15年前才拒捕过一只。这个真的感觉有难度哦。救援要請。無視はできない。巨人を排除しなければ武士は確保できない。我没有俯冲，失败。奇怪，那家伙在干嘛？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是不是？あそこにいるのは暴力か。跳啊，烂马儿。お手を煩わせ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これで物資を確保できます。任せたぜ。走开哦。那是补给刀片吗？あいつの頭にクソでも詰まってんじゃねえだ。塞满了大便吗？没有错，塞满了便便。快快！还来得及救，还来得及救。交战中，小只的你们就打不了，真的是。结束，救援成功。哦，死了两位。リヴァイ兵長、助かりました。すぐに物資を回収します。ああ、頼む。俺の敵じゃ。刀片也换一下好了。我之前看到观众有说可以把最后的刀片丢出去，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技能吧。如果这个
东西能丢出去的话啦，前面的教导就应该，前面的教学就应该跟你讲了啦，而不是观众来跟我说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技能欸，这应该不是，应该不是特殊技能吧？我是这么认为啊。对啊，这样的确很困扰啊。活捉也要有个依据，活捉嘛，你突然说要活捉，会觉得困扰啊。珍贵的实验品，再说吧，好不好？现在这种情况，活捉太难了吧？好了，打完了。マジでおかしいって。マジおかしいって。そろそろ慣れようよ。ハンジさん、昔から変わらないじゃない。汉吉队长从以前就这样了。哎，最终讨伐对象。怎么跟上一集的 BOSS 长那么像啊？又要解除他的封锁吗？在上面 ，Go！ 在他还没来之前解决掉。我们先解决一下旁边那两只好了。ハンジさんの犯人はなりたくないかも。おとなしくして。手なしだよ。わ？没有？又歪歪？你给我过来！俺の敵じゃ。好，剩下你了。开个大决心。大家一起上。他怕闪光弹，先闪下他的狗眼，再给他截肢。哇，这个连击好多段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剩下你的手背。嘿嘿嘿，不要抓我哦！剩下最后一只手了，有了哦，终结你！Nice！ 嘿嘿嘿，無事か？お前ら。無事か？啊，好险啊！被杀掉了宝贵的实验体啊！闭嘴，试验天机！黑长，汉吉分队长，那边啊 ？What happened？ 难的。哦，谁的笔记本？第34次的背章。伊尔塞·兰格纳。看他上面写什么。意味のある言葉を発した表情を変えた私に敬意を示す做出对我表现敬意的举动おそらく人類我能和巨人交流私は巨人と意志を交わせた哇可以跟巨人交流彼女を殺した巨人は知性を持っていたってこと有智能的巨人イルゼラングナ他调查了巨人有记有那个有那个思考能力啊但是他已经殉职了啊！用命去换这些研究啊！哦，有新装备了、哦，是哦。空中换刀刃，我觉得你说的空中换刀刃，搞不好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技能，把那个刀往巨人的眼睛上面丢，啊，这个技能就这样出来了。哦，太屌了！
好吧，那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玩到这里了，已经差不多半个小时了，那也差不多该结束啦。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呢，也一样是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见，以及按个赞或在下面留言。感谢你们的收看，我是老头，我们下次晋级的巨人再见了，拜拜。